申请我是觉得还好吧，因为我觉得巨蟹座蛮花心的，我一个冲动就告白，常常跟他说。嗨，你好。嗨。你的主题叫做星座男孩化妆，你是什么星座的呢？巨蟹座。使用你的最左边那一张化妆品。小剧场，我认同。明明很简单的事，然后就会想很多结果，但其实根本不会发生。我刚刚在那个准备就很紧张，就演很多。默默的后面观察，我自己会从满分开始扣了，然后扣到大概60分就不要了。一开始看到一定会觉得这个人很完美啊，我们会注重一些小细节，然后他就会怎么讲，慢慢会扣扣扣扣扣，然后就想说算了，不要了。对啊，是我现在单身啊。看到一个人，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好感，然后从60开始慢慢。好像没有，我通常都看到就觉得很喜欢，然后就一个冲动就告白，就成功了，就这样。对，我觉得都刻板印象吧。申请我是觉得还好吧，因为我觉得巨蟹座蛮花心的，就是自己想自己花心，常常看到漂亮的就觉得哎喜欢了。巨蟹座好像有分很外向和很内向的。我好像算内向的吧，地雷吗？被骗，才刚在一起，然后就骗对方，我觉得，然后就当下就直接分手，是一个大地雷。对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东西。常常跟他说早安啊、午安、晚安啊，时不时去问候一下，很容易就男生就会心动。不能硬聊，巨蟹座会尴尬，然后会又要想要怎么去圆你的那个，因为巨蟹座很容易会想要照顾别人，就会想要把他画圆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对，对对对，就是巨蟹男，我觉得比较不喜欢那种整天嘻嘻哈哈玩闹。了解吗？是定型喷雾。他常常唾手给巨蟹男，可是他常被闪球。就是把他当备胎。哦。曾经会。你曾经被多一次？我没有算过哎。多认识吧，反正也没有在一起啊。天蝎或母羊吧，比较喜欢比较开朗的。身边的朋友吗？我不知道他们星座哎。巨蟹男就是外冷内热，虽然我现在外表看起来算冷静。外冷内热。那跟稍微一样。谢谢。